普通的 orange juice。 好的， orange juice 跟比较烈的啤酒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拍我的第三个 vlog。 今天是星期五的晚上，然后我第一次用横的这样拍，然后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知道了。我今天要拍的主题是，就是教大家怎么在家里做简单又好喝的调酒。然后有一个是用啤酒做基底的，然后另外两个有其中一个是调起来会有点像 shot 这样。那具体怎么做的话，等一下就由我男朋友 Victor 来做给大家看，因为我也不是会调，我就想说好拍个主题让他做就好。那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买这一种啤酒，这是什么啤酒？Devil's Backbone。 这有什么不一样？ It's a Belgian white Trappel, so the alcohol content is higher. I think it's, this one is about 8%. 就是比较烈的 beer, 比较强的 beer. Yeah. Most beer is between 4 and 5%, so this is almost double. 然后再一个最普通的 orange juice, 对不对？Or lemonade. 好喝的 Shandy 就完成了，喝起来很清爽，很有夏天的感觉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做第二种饮料，就叫做 Malibu, 我们自己取名字的。所以我们先要准备一个 Pineapple Juice, 然后再一个 Malibu 的 Coconut Liquor,然后可能可以加一点 orange juice。 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先准备一个杯子有冰块，然后倒一点 Malibu。 好，因为我们没有量杯跟什么，所以就是凭感觉就倒。然后再来是 pineapple。 要先摇一摇，因为我们没有量，所以看起来有点淡。小瓶装的半瓶，好，然后要加一点 orange juice 吗？ orange juice 不用太多，好，一点点提个味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做第三种饮料，就是我最喜欢喝的 shot, 叫做 three legged monkey。三角猴，所以我们需要准备的有 pineapple juice, 然后这个是 peach liquor, 然后跟一个 Crown Royal 是 whiskey。 对，如果不想要买太大，可以在 specs 买到这种小的小瓶的就可以了。然后因为这是 shot, 所以用量不需要太多，通常会有 shot 杯，然后还有一个 shake 杯可以调，但是因为家里都没有，所以我们就是也是做一杯大杯一点的 shake 给大家看。好，首先把 crown 打开，然后呢，好，加一点点秘诀，其实应该就是你说 one right? Yeah. 所以就是1:1:1。1:1的 crown, 1:1的 peach liquor, 然后1:1的 pineapple juice,
pineapple juice。好，这样就完成咯。这个叫做 Three Legs Monkey， 是一个很好喝的 shot。